外在场内的球迷朋友。那在离场之前呢，请大家确认一下自己座位区左右两侧，还有椅子下方，还有杯架上面是不是有个人的随身物品还没有带走的，检查一下哦，稍微看一下左右两侧椅子下方还有杯架上是不是有个人的随身物品忘了带走，请记得哦，自己的东西要收好。那手边不需要的废弃物垃圾也麻烦帮我们放置到出入口的垃圾桶，让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可以加快整理球场的速度。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哦，那祝大家回家路上一路平安。明天后天连续两天在台南市立棒球场依然有球赛哦，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现场，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及选手加油打气。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大家晚安，拜拜。每一分都认真，全民奔驰为大成，每一分都难忘。